新闻继续，陈冠军朋友来欣赏一场高水准的展览，这是无界艺术摄影协会所举办的无界影展，以大自然的人文和景象用直觉来创造出生物合一的摄影技巧，同时充满着各种无同款风格的作品，也欢迎市民朋友会当前往嘉义市立博物馆来欣赏。无界影展是无界艺术摄影会的会员摄影成果的展现。无界艺术摄影会成立在1995年，成立的理念就是认为宇宙无穷尽，艺术也是无境界，以大自然的人文甲景象，用最直觉创出生物合一的境界，做出无同风格的摄影作品。他们觉得宇宙世界是宽广的，所以在他们心中是没有界限的，所有的主题都是成为他们的主题。他们关心日常生活的一些人文艺术，也关心我们的山水风景，所以在这个地方有40位的高手展现出的80个作品哈，都是非常的精彩，大家来的时候如诗如画。每一件作品都有它的背景，大家知道摄影者是非常不容易的，因为有时候要捕捉刹那就是永恒。每一位创作者有感于创作是无止境的、无界限的，专人的自我就安尼组成无界艺术摄影会。24寸的啦，现在相机都很好啊，所以应该内容都很清晰啦。基本上就是除了技巧以外，大概就是要勤快啊，存分你一定要到啊，你没有到的话，漂亮的景就跑掉了啊。纯温色温的景有时候都3-5分钟而已，你要去等它，景不会等你。万水千山拢是景，40位会员用镜头享受生命之美，在80件作品当中，艺术表现是多样多彩，有写实有写意。每一位参展者将思想感情表现在家己艺术作品当中，欢迎市民莅临市立博物馆来欣赏。谢谢新闻蔡明东，嘉义市采访报道。